感觉还不错，虽然水急了一点，但是这里面这个回湾这里很平静，这里肯定很多鱼的。开搞，这里的水比我想象中退的要快啊，那些小河沟都没有退下去，没想到这里竟然退下去了，这大水面好奇怪。我本来抱着来这里看一下的心态，没想到还可以玩。用蚯蚓钓啊，浑水钓蚯蚓，蚯蚓没有戏啊，钓了一个小时了，一动不动就来了那几个小口。换饵料试一下吧。好了，这两边这个两个杆子，这有两个杆子啊，扔的是饵料啊，方块饵料。这个呢还是用蚯蚓往这个外面这个水流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上水鱼了。在里面这里进水这里蚯蚓是没有口的，一动不动。抛竿已经是没有什么戏了啊，蚯蚓没口，饵料没口，就可以靠手竿钓一下小罗非维持生活了，还不如我在小河沟抽清道夫来的快活。在这里只可以抽罗非，难受。哎，这个感觉有点大。哇，这是啥？大的罗非。拿个超网比较好吧，我这里1.0的小纸线也不是很大。抄完在那里，拿手站起来，飞回来，1.0的线还是能飞的，毕竟也不是很大的鱼。哎，这条不错，这条可以吃哦，钓了一早上就这条大，小的。攀鲈，这水退得好快啊，退了几十公分了。小罗非，鱼大家伙，挺重的啊。黑色的，我跳，黑色的，挺大的啊，大鱼来了，哎呦，鼠灵，我以为啥呢？这么小个，这么给力，小土灵，鲫鱼，小鲫鱼，毛到的，毛到的，毛到的。又说这里很多很多鱼，很多大鱼，看我跑了几十公里来这里空军。辣条辣条，看游到我面前了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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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这里树这里来的，跳，我跳，
你看那条在这里，它进我鱼户了。这个辣条，哇、哦、靠，你走不走啊？吓死宝宝了，走那里去了，都不知道他想干哈。一条要抵你口了，我要把上面的小白条给整完。两条，这么大的它想跑，又一条，连小白条都欺负我。刚刚我没掉浮的时候一大群，现在掉浮抽了几个白条之后它就没有了，扔下去都没有口了，全都跑了。我去钓了几个白条，它就不敢来了。哦，看，小白条都欺负我，是不是玩不起？这套竿呢，一动不动，一脚上，真的是玩不起，玩不起，玩不起，我也玩不起，我更加玩不起，老子玩不起，我不玩了。我玩不起，我不钓了。哎，晒了这么久，死了没有啊？晒硬了我，差不多了吧？嘿嘿嘿嘿，就喜欢敲他的头，练铁头功。鱼还是不小的，只不过都是罗非多，就一个罗非能看的，其他的都是这种小家伙。不少了，挺多的，可惜没有用。这个小土灵，放它回去吧。